心，有这点清灵，咱是顺着这条灵魂，落在咱这么稳的家啦。今日只有用着这个气，来代表咱这个心，是咱稳定这条灵性，恢复咱即马这个心神，是灵魂这点灵性，倒转来咱顺家的心意啊。上天伊的灵性爱咱极静，我有现主持的本领，转一摆这尼啊清的意思，拢是照咱的本性，转咱回报的天灵。真理的灵气，咱爱兑现是顺家，有咱一条灵源的灵性，再来讲显露咱的本性，有咱一点正法心，再来讲显露咱的灵性啊。这个天意只有顺咱的心。咱爱行的是现世的灵魂，无形伊的精神。我爱转接到这条本性，上苍伊爱咱路灵，是咱对着清净的心，向伫遮尔啊稳的灵界，咱以清净这个本性来讲到顺母这条原灵。是咱恢复正法的心意，拢是稳定这点气。咱爱向着顺家这条神，灵源有无的天性，爱咱转倒转来这条本神，上苍伊的显明，是咱有稳这点理，是咱搁再行倒转来这条心。是咱无形这条灵性，因咱有定这尊神，你有无啊这点理，咱再来向转来这条心，这是咱原天的灵性，转过来咱的本性，无形伊的天意，只有咱来讲顺家落神。是伊清净的天源，咱爱转的无形境，是咱一条灵源灵气，以咱的心为主，显露是上法界，安定是现在。我有无啊一条灵性，要来显明家己的心，是伊清净。这点灵性，咱爱来讲到出家显的清，灵源有无有灵气，转咱对缘落神。你有这点灵魂的天，这是咱落家的天性，无形啊，伊的天源，拢是住在这条心。咱走缘天阿母阿姨。照咱清净顺定，爱咱道家现世的心，这是上苍的灵性，现到咱这个心有清，咱有原天这点气，再来讲清家己的心，有咱灵源灵气，爱咱行的清净的心，这是咱。灵魂伊的灵性，落伫这条清净的本性呢。我有无啊这点灵源来讲顺家咱的心意，拢是主要这个灵性来讲到你这点元灵，青天有无的灵家，现咱转来清咱的心。咱走遮尔稳的灵，是咱顺着这条灵气
咱爱向着一条清净的心，是咱对着无形这条灵界，咱再来行向原始这条心，这是咱转入清净的天界，行入着咱这呢啊清楚心自在，是咱恢复上苍这点理。爱咱倒转来顺保这条灵魂，咱以清净一点灵气，再来讲顺加咱的心定，是咱有法一点灵气，是咱转倒转来这条本性灵源的灵性。只有咱来通清咱的心，咱有元天一点灵魂。再来讲安住咱的心意，拢是主要的天。咱再来讲顺甲阿母啊的心，你有一点正法的灵气，咱再来讲母娘啊这条心，拢是显露的本性。你才有这么稳的天灵，上苍伊的法界。只有来讲到清净自在，灵源有无一点气，爱咱行顺天，母娘有这条灵性，现咱转的清灵，度到这点灵气，咱爱行做伙是顺天，无形伊的本性，爱咱行回正法的神。这是伊清净的天，咱爱行倒转来这条心，无形伊的本源灵，我爱现世安静。这是咱主要通天灵，嘛是咱悟出来这条心，是伊清净这点气，我爱行向先天的神，有咱无形正法界。咱再来行向先天自在，是咱顺着灵源的灵性，一世人咱讲的通灵，今仔我只有现的清，落甲阿母啊这条心，你有一点正法的灵气，咱再来行向咱今仔这个神呢，是咱灵魂这点灵性。落加先天的本性，今咱照着风天风极来入来，咱即马即个太极，太极咱入伊的中心一点，咱叫做无极。所以咱即下要倒转来，是原来先天真意一点，这就是咱的神自在。你会当向着遮尔啊顺倒转来，源头一点完成。这个天理只有咱儒家，阿母啊，你讲的顺天意啊，上苍伊要予咱遮尔啊清净，金母啊要予咱会稳定，是咱处元天这点意。大母儒家顺咱的心理，显露是上天来，转咱儒家正心在。有咱无形这点气，咱来行向先天的顺定，是咱对着无形的法界，你才会当向着天自在。是咱无形上天神，是咱搁再顺加咱的灵性，这是处咱的本性。咱来向着安定咱的灵魂。一点脑顺咱的灵气，爱咱向的是家己，这是咱灵源的本性，处咱现世界天命。我话无啊，这条灵气，再来讲顺甲咱的心境，上苍的灵魂，转咱落甲心清，你有一条正法的灵气。咱再来悟转来先天的神，拢是自在
这点灵气，拢是安住咱现主时，是咱以清净的天理，打通金宝转落来的神。你有一条清澈的天界，咱再来徛正现在。你有这条灵源灵性，咱再来讲顺加安定。真理是天法界，显露是正神。咱爱顺着母性，传咱一点清净，一点灵光，一条灵气。只有咱来见母顺天，你有一条正法的灵性。咱再来讲开发先天神，是咱以清净这点灵源，甲转咱遮尔啊清，上苍伊的本领，是咱恢复原来的心，咱要有遮尔啊清的天性，对着咱原来这点，这是咱无生的原点。是咱即马照着这个天，对着无形，咱的原性点着啊！今日我爱是先天这条本能，这条灵魂，咱才有这个力，向着咱即马顺驾的心意。青天则是灵性，转咱无形则是天神啊！上苍有路定咱灵。现咱转开无形情，恢复这条灵源的灵气，转入到清界，咱的心神是咱恢复正法的灵界，咱再来走向先天的本心，是咱有运这条灵性来讲到无形的安定。我有母娘啊，一点灵气。再来讲顺道倒来，咱的心理恢复是咱这点性，爱咱转的是遮尔啊清，拢是顺着这条灵性，爱咱转的会清，是咱无形这点假，现咱顺着母娘性，咱有原始这条灵魂转过来，咱的心会顺。是咱无形正发心，是咱搁再顺转来无形正，这是咱落下的灵气来兑现咱的性，这点灵魂的天界，咱只有看现在，是咱无形正天理，是咱转倒转来顺天，现咱源头这条灵性。请用咱的本性，阿母啊有这条灵源的灵魂，咱才会当顺驾一条心。今日我只有讲天界，金母啊行我自在，这是咱的本源本性。要来讲到这么稳的天灵，上苍的灵气。是咱看现顺驾的心，我有无形这条灵驾，现伫咱遮尔啊顺的元神呢？母娘爱咱清清楚楚，咱头壳顶这尊神会当做主，因为这是咱的法所生，是咱以清界这个天性，这个真心所化。真理的灵性，现咱转的是天灵，无形伊的天界，只有顺咱安定自在，是咱顺着灵源的灵气转过来，则是咱的心性，有咱原来一点理，咱再来走向家己，有一点灵源的本性。你再来讲显露咱的清净，是咱兑现一点灵性，是咱搁再有稳即尊神，
这个天只有予咱顺伊的心行。我爱是这呢啊清楚的灵气，转咱顺家这条线呢，人缘闹无成，爱咱转的这呢啊清净。咱有怨天而无心，转咱无形安住，是咱对着灵魂这点灵气，找着咱的原本。咱以怨天这个无性，来到你即马这个心的清净，这是咱转入天界，度咱原始神自在，是灵魂伊的本性，是咱初元。这条灵，咱有阿母啊的灵气，再来兑现顺甲咱的心，是清净这点甲，是咱阿母咧讲的本性，咱才有这条灵魂的灵气，这点灵光是顺天，爱咱行的是本性，咱有一点正法的灵性啊。这是咱咧讲的天界，对伫咱这条顺母的自在，拢是显化咱的灵性，拢是顺咱清净。今日我照着母娘的灵界，要来代表先天这条灵性，扩宽咱这的灵，这就是我主要的天性。要打开我现主持的心，是咱会当担当。原来这个无心，转咱家己的灵，现开着顺家，这个无啊伊的性意，拢是传达咱家己的灵性，归咱无形伊的本性，落伫咱今嘛这条灵的，这是咱转，转就是西。你切入来，安尼我再来讲到元天的灵性，对着先天甲移动，甲我即马即个心伊的自在，是咱灵魂这点灵气，用着咱的心清，安尼才会当转移。这个天界只有咱家己的心这个良性，我才会当转到咱母娘啊这个天量，是咱。顺着这点气，要来献给咱这样的阮的心灵。原来有无一点心来讲顺家现世界，依咱清净这点灵，咱再来讲顺家金母啊的心，是咱有无一点气，是咱来讲着顺家这条性。拢是主要的天界，咱才有金母顺咱的自在。这点才是咱的灵气，徛正才是咱的顺天。灵魂若有这点性，爱咱来讲着无形稳定，是咱恢复清天的心。咱才有阿母啊，这呢啊精，灵源伊的灵气。显露是顺咱的心，我有一条清澈的天界，咱才倒转来原来，是咱主要的灵气，是咱看见家己，上苍伊的本源灵，只有来讲显露咱的心境，我有一条清天的精气，咱才来顺转来咱的心理。现咱一条灵法界，咱再来讲清净，咱即马即条心内底，是咱道家这点灵气，是咱的爱大，这则是咱讲通灵的本性。对着这个小爱，现开着咱即马这个理和这个大爱，大家的灵感，这就是咱转入天元，咱的灵性个人样的。清净是咱一点天元的灵性，对着咱的心外，这么啊清净，因为这只有讲咱家己的心尔尔，这就是咱道灵，咱的灵性。金宝啊，
这条元灵出自咱这条灵气的，走向着这条性质的，是咱以元天这点灵性打通咱的脑神经，咱也是无形这点灵气吹，吹出着先天咱的灵性来到无形这点。这就是咱通天的本性，要找出着原来本性自在，拢是灵源这点灵气，来到着咱的心顺天，现咱有这条灵法界，走向正法自在，是咱一条灵天来，是咱转过着现主时，我爱是清净。这条灵性原始落来，咱的心安静。我以清界这点灵气，是咱母娘啊，一行我的。今日咱照着天意，落加咱这条灵性，无形界爱咱公平，是咱照着先天这个力，这个意思，我才会当将着原来这个灵性。金宝啊，要甲咱传的，要甲咱教的，这种法门来讲开，这就是咱照着先天的灵性，完全啊，这个唯一，青天落来顺天理，行咱一点灵清，顺着这条灵天在，教咱无形上天来，是咱一点正天理。是咱行向先天去，这是咱灵源的天性。啊，无啊来讲顺家本性，恢复咱的灵气，转咱顺家这条心，这是咱灵源的天理。啊，嘛是咱来行顺家的心意，拢是恢复咱的天性。拢是搁再转转来，咱的本性是咱一点正法界，是咱来取着先天落定。咱有原始这点教，再来讲真稳这条灵，是咱无形这条灵气，是因咱行的顺天灵源的灵气，转咱无形正在。是咱一点正天的灵性，是咱倒转来顺界天命。咱有一条灵法界，再来引咱顺界的自在。咱有一条清澈的天性，再来讲顺界咱的本性，是咱有无的天理，是咱转倒转来顺界的心意。咱有元天的灵源，阿母阿罗加心清，你有一条灵源的灵气，咱再来行向顺母的心，拢是一点的天源。咱再来讲这么清的心性，有咱顺着先天的气，咱行的则是顺母的心。你有这条灵源的灵性。咱爱有这点清家己的心，拢是稳定这个灵气，来到你这条本源本性精，这就是咱要恢复原来迄个滋味，迄个天性。咱只有用精，你这个心才会转。所以讲，我用现主时无振动，安尼我这个心才会伫无振动这个当中。啊！若振动，这个心就开去啊。所以讲，我要用着真心的话，只有用着我即马这个脑神，顺着这个天的气，倒转来咱原来母娘即阵，先天有定法界，落了清空神在，无形安住是天意，打通元灵是顺天啊，是咱爱的先天。这点灵性，今日拢是对天来讲话，这就是度咱在世间咱的灵性，
伫天地间，咱即尊神伊个显明，今咱爱是清净个天理，要来行现况个灵性，是咱对着清净即个天灵，阿母啊爱咱徛正，咱个心清，是咱有母啊个天界，是咱照着顺家自在。真理的灵气落地清净，咱的顺定，咱有无形的灵性，转咱顺家清咱的心，有咱一条灵法界，引咱清楚正信。这是咱取得灵源的灵气，啊嘛是咱爱行顺家的心，是咱随着清净的天。咱爱行做伙，才是咱的灵源。无形伊的天意，只有咱来讲顺家，遮尔啊清的心，这是咱的灵源清净。啊，嘛是咱爱顺家，你的本性。上苍伊只有现，今咱只有照天意啊。来讲着净这条原神出家。在静中你才出窍啊！今日你禅定，就是你静会甲这个脑神啊，这么转了无？啊，你这个神才出窍，你才有这个神啊！是咱以这条清楚的天界，今日要行是正法的心。上苍有落现世形，转咱出家心如镜，恢复天元。一条灵气，这是咱儒家的天理，啊嘛是咱金宝啊为准的神，是咱这条清净的天界，恢复出定咱的心内，上苍有这条灵气，爱咱恢复，则是这条心，这是咱儒家的灵性，爱咱世甲遮尼啊清净。对着元天这点灵魂，阿母啊，伊再来讲顺，是咱无形这个天界，是你行向这个自在。因为我爱是正法正理，拍通咱儒家这个心意，上天的本性，咱爱转的是天灵，有咱一条灵源的灵气，归咱天元这条心。我才有金宝降落来这条灵，真理的灵气，恢复咱这条本性，是咱这点清楚的天界，是咱行法这条元神。母娘只有用先天真理这个气，来顺着这条神意。今仔我要讲的是先天，咱无形。这个天上，这才会当讲到顺家，咱的天理，因为咱是归元因嘛，伊再来倒转来无嘛，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啊，本来就无这个母啊，无这个形体啊，是咱要将着咱即马这个脑神经，咱会想的，改定条条，照着咱即马想想甲免想。自然好咱呢，这就是咱通啊。咱唔免用心来设定啦，哦。所以讲，咱今日要讲的是家己的心，你放会落来，低心下气，哦。啊，你会当将着你放得下的心，安尼你这个心呐，真有大。啊，咱先天会生活，这个水气呀，啊，你就有这条上界清净的性啊。是咱要来讲到原来这个灵性啦，这个天理的清净，今拢是以心法这点灵气啊。咱上界大自然啊，世间就是讲以水啦，啊水都气嘛，有魂的气有无？有咱即马咧讲的飘飘风有无？足好个这个空气啊，是咱要来讲到这个气息啦。啊！咱再来到着先天，咱的灵性领会着咱即尊神，就是咱即马讲温暖的火啦。
这就是咱儒家的灵性，爱咱转着家己的清净。真觉本意是天灵来，落来清家转会在，是咱落灵，咱的灵气。要来讲着行正，咱的天，拢是稳定这个天界，行入着咱即马这条神自在，是咱要恢复天元。就是咱即马即个天空，天空内底，则是咱的无形，咱讲叫做无极天。这个就是咱的天元本性，对着咱的心的中央，啊，这就是咱的起源，咱拢有只生出来，是咱本灵这个天理，你会当抓定你这个脑神经这条灵线。这个天线，所以讲我照着无形界这个天意，将着我即马这个脑神经这条线印转来，啊，这就是咱修通的本质本性，拢是上苍的天理啦。咱要行的是上天这条灵性，见咱家己的心清净，灵源有落的灵气。转咱恢复，则是天无形伊个本源性，只有咱来落架显会清。随着这条灵天的灵架，咱再来顺着无形的本性，这点只有顺着这个天灵，爱咱恢复着安静。咱有这条灵天的灵气，才有一点清楚的心病。是咱儒家这点灵气，即马我只有顺着母娘伊的这条线尔尔，因为这才会当修因呐。对着咱的原来本性啊，咱才有这条清楚的天界啊。是咱用着咱这条清净的天界化开，安尼咱才会当用着这个灵感，顺着正法。一灵性，母娘爱咱会当清清楚楚啊，是咱这条心内底啊，这个线路啊，通灵啊，这个能量啊，这拢是稳定咱的灵性。对着咱的心内底，咱才会当用着清界这个母源。天理是灵发心，转咱转来，则是先天意。是咱一条灵源的天性，咱再来行无形的稳定。你有这条青天的真，咱再来向阿母啊一心。是咱一点正法正理，是咱向倒转来顺家的心意。青天有路是天界，路定稳定是神。咱有一点灵源的灵气。转过着咱现主时的心，我有这条清澈的天界，浮伫我即马发射这个气的当中，这就是力。今仔咱人爱力气，神呐、啊、爱这股清气，啊，这是自然的新鲜的气。所以讲，我要讲的是心内底有流过啊，有蒸过啊，迄种温暖。一种清净的气氛，安尼这个神在自在，是咱这条灵魂的灵性。世间就是你一定爱练，爱以心为主，啊，你才会当转会清净，转会平均。是咱用着一条灵气，要让大家拢相共，安尼就袂起起啊，你就无关机啊。这就是咱找出着灵性，世间呐、啊，咱要有这条元神，上苍的灵源，爱咱转的才是灵气。你有一点清澈的天界，我才来行向无形的性。真理是咱道心，转咱道家是现世界，度咱清净才是灵气。看咱顺母，则是天。
我爱是这条清净的天源，我才有这点无形的灵性。这是咱转的运的清净，拢是兑现咱的灵源。阿母啊，伊爱咱这尼啊顺的心意，青天则是灵源。落来顺母则是心定，咱爱处置清改咱的天意，是咱这条原天的灵性，恢复着咱这尊神。天来顺着母心，转咱归元落定，咱有一条正法正理，传咱见母这条心。这是咱请用咱个人的灵魂来到你这个心中这个完成，这个天地只有用灵珠，就是咱的天性。要讲就讲咱的慈悲啦，安尼咱才会当讲度化咱的灵性，因为母也是爱大家啊，咱叫做大爱博爱啊，是咱即马咧讲的灵魂，咱才会当找。顺着这条灵性，因为咱拢是母娘的囝嘛，啊母娘伊疼囝是拢相共的嘛，无偏心嘛，哦，除非这个老母无做了无好，才有偏心嘛。这是咱儒家的天性，今日要讲的是天表啊，哦无偏无私的老母啊，这才是对着度啊。今日要讲的要倒转来咱的原形嘛。咱本来这个真性真心，是咱一条清澈的灵源，爱咱转的稳定的心，是咱无形这条灵性，要归着咱现世人的心。我以清界一点理，拍通有无这条心，这是咱开源这条灵性。恢复着你真理这点灵源，咱再来讲回母这条心，这是咱传法的灵气，爱咱引导转来的心，找出着本源本性，你再来见母安定，是咱有运这点气，是咱来行最快这条心，咱有母娘这点灵魂，再来讲顺家。咱的心是咱无形的天意，是咱转倒转来顺家的心理。我有无形转落来，咱才有这点灵自在。是咱一条清澈的天，咱再来兑现阿母啊一心，拢是顺家的天性。咱才有这点无形的安定。灵源有咱现世界，转咱开灵自在，是咱一条清净的天。来讲着顺当的阿母啊的心，咱有这条清澈的天界，咱再来行向无形的自在，是咱照着灵源灵气，是咱行向顺家这条心。我以清净。这点灵性本来是无清净啊，但是我即嘛是代表天地啊，咱所有的灵源、灵性、灵脉啊，要讲的就讲，咱灵要修合啦，要做伙，拢是相共这个心意啦。所以讲，我才用着这个心，启出着我的元灵，直接来讲出着母娘伊的意思，啊，这就是心性啊。神就是真高贵啊，性就是咱上好的资料啊。这才是咱讲的通天本性，咱来到就真完全，完全就无起徛啦，无裂痕啦，无落差啦。这就是我要讲的通天灵性，一世人的灵光，这么啊艳丽，鲜艳佮美丽，这么光的明体，是我要来讲到这点灵气。咱人的心若水啊，伊自然有光；心若自私，伊就暗。安怎讲？贪袂止啦。所以讲，咱用着这条灵魂的灵气，化开着咱这个心的光明，
这就是咱要传法，咱会当来到着无形这条灵性，要讲拢阶段坎站。这就是咱要来讲着天性，本来是无，但是我在世间爱安尼讲有无？咱才会当调整啊。你这个心有念，搁倒转来无念，这才是咱照着灵性啊。这是咱恢复灵性啦。咱再来讲着顺格，咱的本性是咱一条正天的灵气。咱再来向着顺格金母啊的心，真理恢复，则是灵性。见咱团结啊，则是天性。咱有现主持的灵性，在这个天顶，金母啊爱咱徛较上悬。这个顶就是咱即马咧讲尖嘛。哦，咱尖上界尖的山尖有无？就是咱的山顶悬啊。咱去六国，所有的讲阿瑶啊有无？有带迄个七个畚箕，七个咱来讲的岩缸，七支猪头，搁石头有无？就是讲咱即马讲红红的卵啦。上界悬的山尖，迄就是六国上悬的啦。爱的怎？玉山都对这个山尖嘛。啊！玉山拄好对昆仑山，昆仑山拄好对咱现主是天山，迄是地脉啦，是咱儒家一点灵气嘛。因为咱即嘛是脚踏地嘛，凡世间人啊。啊，这个地脉就是咱即嘛讲烧烫有无？咱知影现主是这个虚空地庙啦，伊所有运转直接驾的有无？会当生咱人这种信息。所以讲，咱必须安尼了解嘛。啊，即嘛是玉山母啊嘛。过去是咱即嘛讲六国嘛，哦，咱凤凰母啊嘛。是安尼来讲哦，咱才会当应对啦。找出着咱即嘛这个灵脉，啊，灵脉就是地脉啊。哦，啊，地脉你若知心嘛，你这个心脉就开啊。是咱以这条灵气啦。世间你要讲的这个理，就是安尼烧空、烧印啦、成尖嘛，你才会填这个线，才会当引着咱的密码啦。是咱对着灵源灵气，咱来行的是道家的心，拢是清净的天理。咱再来行向家己的心，因为今日咱要食圆啊，食米粉的圆啊。米粉伊就敢若亲像线咧啊，哦，啊咱用着安尼来甲伊，大家拢有无？啊米粉来甲印，印着一条一条有无？啊你这圆仔才会收圆啊，就讲你这领衫则补会平啦，哦，啊咱要穿的有无？才会舒服啦。是咱以这条青天的本性，咱爱顺甲这尊神明，咱的西装。咱的西装衫、西装裤，拢嘛是安尼一针一线添起来。是咱即马咧引线，哦，引咱这个灵脉，咱每一个人的心，要照着这个线路，这么直倒转来，啊，这才是咱找真嘛。无形这个大法神嘛，圆满这个灵界，是咱这条清澈的天理，要来讲到咱在世间这个心意。天来使命转路程，原来一点去天神，咱有一条正法的灵性，再来讲传达咱家己的心安静。好啊！哎呀啦嘿哦哎呀嘞嘿哎呀啦嘿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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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嘿哎呀啦嘿哎呀嘞嘿哎呀嘿哎呀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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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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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那嘿，哎嘞，哎嘞，哎嘞嘞，啊哈哦哎耶嘞哦哎耶嘞嘞哦，哎那哦啊。哎呀哦啊哦啊咿耶嘞啊咿耶嘞，哎呀哦啊咿耶嘞呀哦耶嘞呀哦耶呀哦耶，哦耶啊啊哦哦啊咿耶嘞咿嘞哈咿耶嘞，哦哦啊哦啊咿耶嘞咿嘞哦啊哈哦啊咿耶嘞咿嘞哦啊咿呀啦啊咿耶嘞。哦耶嘞，哦啊耶嘞，哦啊嘿，哎那哦啊耶嘞嘞，啊哦啊耶嘞嘞，哦啊耶嘞，哎啊吼吼啊，哎哦耶嘞，哦哎那，哦耶嘞，哦啊耶那，哦啊耶嘞。
爱那拉哦爱耶嘞哦耶。